可能有人要问说，哎，那你们呼吸躲在那个深山地啊，为什么要过来？其实事实上我们是呼吸共同体，生命共同体。小小的一个台湾，不管在哪里，它有了污染，再怎样它还是会飘散到我们南投的南投，尤其是在埔里盆地。那它是一个盆地地形，很容易会把一些污染物聚集在一起。啊，那像昨天晚上的话，我查了一下我们的 PM2.5 浓度都还有60以上，那今天出来的时候都还有40。那大家要知道说，依照世卫组织它的公告，事实上，日均值呢，它在25以上对人体是有害，年均值10以上对猪有害。所以我们很想呼吁政府重视空污的问题，不要再砍树，不要随意过场，好好听听这些婆婆妈妈他们真正的心声，他们想要讲的是什么。我们在上个月收到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在那个文安国小拼狗班的孩子。他们上完了一起爱地球的主题，然后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义卖会。他将募款的金额和发票寄到基金会。他说：“希望我们能够帮上一点忙。你看，孩子们都知道，环境是需要一起出来努力的。所以，我们以两个孩子妈妈的身份，希望告诉大家，我们一定要站出来，捍卫孩子的健康权，捍卫我们的呼吸权。”前世，咱来看一张，这是卫福部上新的公布。2015年在公布，这是肺癌发生率，为1979年到2011年，这个红色非常紧的，就是咱台中市的女性肺癌，你过去1979年到给2011年，为10万分之5跳到126%，隆重竞争4倍，就是过去的5倍，所以咱希望今日。立法院虽然有通过标准，但是拢完全无做法。咱希望今年的总统、立委，甚至现任的立委，包括王金平，会用伫这个会期通过咱 PM2.5 咱空污管制的具体履行计划。因为美国就是透过具体履行计划，才有法度把空污减落来。环保署今天公告的空气品质是严重等级的，是有害身体的等级。我觉得看到今天的那种空气，让我觉得非常沉重哈。因为尽管今天是夏天，冬天空气已经那么糟了，夏天还这么的糟。身为一个妈妈，我非常的忧心。我们家小孩子，我们不是整栋房子都是用空气清新机来过滤空气的，我们出来就会遇到这样脏空气，这样吸入到我们的空气，吸入到我们的身体，也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。我们希望政府。不要再把这些高污染的产业放在我们这些重污染的地区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都是重污染的地区，它甚至是个农业大县，是个农业重镇，云林也是一个农业重镇，我们这几个云林、彰化、台中、南投都承受最污染的。感谢咱各位吼关心着这个环境的问题吼，各位的声音我嘛拢有听到吼，我会来重视吼，会严格来把关。大家共同为我们的环境来努力。谢谢大家。